东林区管理处呢，是为了向伟大的妈妈们致敬，这个月的每个假日对女性是寄出了超级优惠的方案，包含了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园区、林后四零平定森林园区以及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园区，凭证明文件就可以享10元的优待票入园优惠，希望妈妈们可以来这里好好放松一下。位于屏东潮州镇的林后四零平地森林园区，是一个同时拥有山水林园的生态园区，一到假日游客不少。来，一二三，拍张欢乐照。母亲节这一天，园区里的游客更多，好多小朋友在人工堰流里玩水，几乎都是全家大小出游，大家一起出来玩，是因为庆祝母亲节吗？对，欢庆母亲节，所以带妈妈们来走一走。阿妈，对，阿妈是那个，这边风景漂亮啊，然后环境好。你们从出来走一走呀。屏东林区管理处为了向伟大的妈妈们致敬，这个月寄出了优惠方案。在五月的每个六日，总共有8天的一个机会，只要是我们的女性朋友，那我们都享有10元票价的一个优惠。除了林后四零平地森林园区，还有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。另外，屏东林管处也加码，只要民众到访旅游之后，在脸书粉丝专页留下和妈妈在园区里的合照，还可以获得各森林游乐区的专属好礼。不过也提醒，近期疫情增温，游客们要做好防疫措施，才能尽情享受大自然。华视新闻邱君平、许文南，屏东报道。